有去一民俗带他们两个去自首，不会被关起来了。嗯，我是来台湾当女佣，那时候我18岁。哎呀妈，爱爱菜呀，豆一点，好，豆一点。阿妹呀，我叫柴宇，柴宇是阿鸟味。我来自泰国嘛，我是出生在美斯乐村。要读到去台湾的硕士多啊，又欢喜就好嘞啊，去就业。台湾政府很好，社工就帮忙，然后一民俗那边也写了推荐书，所以是这两个单位帮忙他出院的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医生是说是急性肝衰竭，那时候肝拿出来的时候几乎快要消失了。我觉得我公公婆婆他们两个老人家都很好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我还可以煮啊，煮到100岁。